我就很想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看白鹿，用他就是各种方言演绎剧里的名场面。比如江雪凝和张哲分手，江雪凝和张哲分手。哎，你看他痛快的。比如宁儿捅一刀谢威那种的名场面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你怎么不继续骗我嘞？你怎么不继续骗我嘞？我现在可以解唔上，唔可以咩？你冇走啊！你冇走啊！到这儿，我前面就是，你为何这么怕我？我都怎下认？然后还有后面那句呢，来杀我，来弄我，来捅我，来杀我，来捅我，来杀我，开始。再来，小导演。好了，预备。开始。来，笑干净，笑干净，笑干净。笑不干净。笑不干净。哈哈我就怎想呢？我就真想认啊啊啊！要死你杀过我嘞！这是在四川话，咱这个确定是偶像剧吗？喂，你现在囊死我，囊死我。能死我！我能死你！